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来了，哎，他来了。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杰，欢迎回来我们的王牌禁书。没错，我已经可以领保时捷了耶，新车入库。我们今天应该会用这台来比赛吧？这台应该蛮快的，太帅啦！我们有新车了耶。然后我们稍微把可以领的领一下好了。那我们等一下好像还可以再抽一下神剑套，因为还有那个盲盒券可以用。再过一阵子就 M8 了哦。我们来把那个好友加一加，不晓得这个好友到底有没有限制啊？那等一下一样，我们还是会挑选个几个观众跟我们一起来 PK 一下。另外我的排位赛呢也已经打开了，所以我待会应该会先玩一下排位赛，看看我们能不能够有好的成绩哦。这边都加一加。各位观众，如果喜欢这个系列小王影片的话，也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哦，好不好？我先把这边好友都加满，等等就准备来尬掐啦。那我们开始来抽抽吧，这个可以抽一次来抽，会不会就中了呢？没有，想太多啦。好，接下来是我们盲盒的部分，总共有16张，我们先开10个的来。必中好物吗？中了一个，对角再开一个，哒啦，哒啦，哒啦，没有，涂装哎，这样总共8张了，来，一个一个开吧。不要那个车子，拜托！我如果这样抽到车子，也是太爽了吧，对不对？哦，不过应该是很难的机会啦。稀有奖励啊，咋啦？轮毂，再来，怎么都是轮胎啊？轮毂，礼品点，最后一张，中！假开拜！粉红猪这个我们有900钥匙可以抽一下，两只钥匙可以抽一次，来吧，送我一台涂装粉红猪。这个是每个人都抽得到的吧？那那么幸运啊，是不是？我们换这台车车，然后我们来把晶片这些都升级一下吧。等一下我们就用这台来跑，一件装配，能升则升，二级再给它升下去，越花越多钱啊，感觉好看多了哦。来美容保养一下吧，涂装我们来看一下哦。粉红珠，其实原本那个比较好看，只想说毕竟它还是抽到的嘛，我们就选它吧。那我们来试玩看看排位赛的感觉会是如何。来，快点跟我粉红猪尬个车吧！匹配成功，侧翼刀锋，这看起来像蓝宝杰尼的，对吧？这关一看就不好开啊！来准备，我发现这个，就算你不按呐、啊，它还是会 perfect 哎，就不管你多少按，它还是停在那个圈圈就是了。哎，保时捷不错开哦。哦呦，两个弯呢！哎呀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喷弹器，来 ，Let's go！不能输，不能输！第一场排位赛一定要赢，不然就落惨。别顶我啊！你利用我刹车，对还是不对？不讲武德，我要利用你。开好车还不让人家一下下来？炸隧道，炸隧道了！花了hell！这里有没有像那个奇经的隧道？那个有没有？走过去呢，就可以看到中山大学那一个。我一直觉得很香。哦，有小密道。哦，有小密道，这一定要走内侧，内侧一定是比较好的地方。哦，捷径给它弄起来了，这样我们应该会赢蛮多的，对不对？不错呢，第一次跑这赛道就有如此不错成绩。最讨厌这种好多赛道的地方哦。OK， 出弯，氮气，辉瑞。哎呦哎呦哎呦，这样，哦哦哦，这么帅啊！哎、欸，哪里狗嘞？哦，原来他会这样子哦！冲啊！可惜了，送给他一个弯。我们来到第二名。刚刚他们两个同时这样，真的是侧翼在跑哎、欸！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加六的积分哎、欸！有他约我组队练习了，我们来约他。好，那我们稍微体验了排位赛的感觉是这样子，好吧？接下来我们再来玩跟观众玩吧。刚刚他约我，哎呦是妹子，怎么两个长？哎、欸，刚是这个约我吧？这妹子看起来挺漂亮的，送她一排跑车。这妹子怎么那么久了啊？送你一个爱心啊，快点，8888，给我旗帜哦！来来来来来，好友度加起来，送给你香槟吧。来看看是什么新的地图哦，有神剑号，不过别担心，我们也有神剑号哦。看看我们今天手上赛道能不能够拿到好成绩。哇，冲那么快啊！加油加油加油，冲啊！现在大转弯大转弯了。出弯，碎碎碎碎碎碎碎！哎、欸，这个好像上次有玩过，对不对？都好像玩过。
看来他们的神剑套管都很快哦。冲冲冲冲冲冲冲！大甩尾，出弯 ，Go Go Go！ 飞呀、啊！这个绝招，哎呦，这个绝招其实我觉得不是很好用，要看路段，因为如果没有飞好的话，感觉就是会吃锤了。哎呦，我吃到捷径了，来到第三名了。对，飞呀、啊、飞呀、啊，再吃，碎碎碎碎碎，现在到第二名了，成绩不错，成绩不错，成绩不错。糟糕了，又被人家冲过了，现在来到第四名了。看来这一场真的是蛮竞争激烈的。呦呦呦，那台怎么了？火烧车哦。Fast run。哎呦哎呦，快点快点，差一点就可以用大绝招了。大绝。奎瑞哦，那个用侧翼的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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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不能输，不能输，不能输，不能输！现在已经过一分多钟了，一分多钟了，快点快点，冲出来，冲出来！昏瑞啊，还是第四名呢，感觉这一场我们输了，不行，不能输！他累了，他累了，他累了，累了！哎、欸，他累了，太好啦！什么啊？为什么瞬间变第五？我不是第三吗？按赞按赞，难道是网络的问题吗？好，我们来选一下没有玩过的地图吧。凌云栈道，哇，五颗星了，想必有点难啊、哦。我们先选简单一点好了，龙井问茶。哎、欸，我们随便再邀其他的观众吧。哦，都邀哦，看谁会来，好不好？有机会来了，我们就跟他一起玩。哎、欸，好了，阿吉哦，来 ，OK。哇、wow, 居然是在树下的感觉呢 ！Come on，perfect！ 哇塞，但是大家还是都相当的快。龙井问茶，好一个诗情画意的感觉。大回转，大回转，提早入弯，提早入弯。OK， 滚滚滚滚，氮气不喷。碎，这个弯弯的漂亮。再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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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来。我觉得我们下次可以挑战比较难一点点的，那挑战这种简单的，跑起来比较成就感。我要用大绝哦，飞了，超帅！现在来到第二名了。OK， 刷卡观众，哎呦，马上要被刷回去哦。欸、他们其实都很摸清赛道怎么跑，对不对？飞起来了，飞起来，有个观众飞起来了。大回转，大回转，我转，内侧过弯啊，我喷，他那台车很像 F1 的感觉。我都会忘记把花束推到旁边去，都会挡在那边。哎、欸，这个好像上次有玩过呢哦，我就记得有这个 off road 这样子。好的好的，茶园在旁边啊、哦，还是拼不上第一名，第一名太快了。飞呀、啊、飞呀、啊，空中涡轮 ，Let's go， 落地涡轮。好，第三名 ，MVP DJJ。他穿的跟我好像哦，赞赞点赞点赞，我来修一下我的车车，我们用了万用零件，升一下，来到 full 了哦，我可以换这个了，那我们把氮气换一下，我还是喜欢用这种一乘六的啊，我要把涂装换回来了，因为这个涂装真的好丑。好，我们再来选一个没玩过的好了，玩这个好，凌云栈道是挑战最困难，刚好两个人都有，出发，来咯，哇，有山有水呢哦。准备，希望可以得到好成绩。我见我那个好像 GTA 的车哦，哦呦呦呦呦，哦哦，大回转呢，哎呦，这个有点难度哦。OK， 转起来，转起来，转起来，试一下，试一下。哎呀，这个如果没控制好就撞了呢，就像我这样子的呢哦。哎呦，小密道，小密道，居然有小密道，我居然跟到一波，谢谢前面的 Marisa。告诉我们有小密道，飞啊！尽量摆脱后面的，我不想要成为拖油瓶。哎呦，这里好酷哦，玻璃桥哎！这关真的有点难，难怪五颗星。弯道好多、哦，阿伟侧翼飞行，那侧翼也太久了吧？真厉害的车车！这里有一个小密道，哎呀，稍微卡到石头了。喷一下，喷一下，喷一下，能喷则喷。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出个台湾的地图，那就更棒啦！飞，这样就对了。我要追上阿伟了吗？阿伟，我来喽！不要跑，小阿伟。哦哟，好酷啊、哦！还有这种洞哎，我、哦、还会喷水啊！糟糕了，撞车嘞，撞山嘞！
不过我们还不错啦，等于把那三个你压在后面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Yes， 能累积就累积，好不好？所以，所以，我们快到终点了。虽然我没办法拿到前面的名次，超越阿维，快点！可惜了，可惜了。这关也蛮好玩的，但也没有到非常难，只是说要跑顺还是要练习一下。马来西亚 MVP。好了，各位，那我们今天王牌竞速就先玩到这边啦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系列，期待之后可以跟更多观众来 PK 一下啊！如果喜欢影片、喜欢频道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，我们就玩到这边喽，下次再会，拜拜。